喂，hello 啊，咁最近我开始玩呢个 IG 啊，咁啊话说前嗰排有位好洁身自爱嘅兄台，佢就咁样同我讲咗句咁样嘅嘢啊，咁于是我依家就走去测试下佢嗰句嘢有冇水我，咁玩咗大约一个礼拜咁上下啦吓，咁又真系俾我搵到一个女仔，跟住佢又愿意出嚟同我见面。跟住睇上去都几好啊！佢 I G D 相斯斯文文，成个日本学生妹咁样嘅。今日嚟测试一下，睇下到时出到嚟系咪真系一个女生啊？即系你知网络上都好多诈骗噶嘛，就可能到时叫你出去，跟住又叫你买点数卡啊，你知好多呢啲噶嘛？或者会出到嚟啊，变到个男人咁样。咁总之到时出到嚟即系。只要佢系一个女生，唔系一个男生，唔系啲咩点数卡嗰啲，我当测试成功噶啦，我当赢咗噶啦。咁啊呢条片唔系帮 I G 卖广告啊，绝对唔系卖广告啊，纯粹只系一条测试啊，测试。啊，终于见到我哋嘅目标啦。系咪好有日本学生 feel 咧？我哋约咗几多点出嚟话？三点。咁依家几多点啊？有冇试过同我其他人出嚟？但系你唔怕遇到坏人啊？咁够惊？唔系，即系我有咩方面会令你相信我，跟住同我出嚟咧？我都系睇倾唔倾得啱我。应该系我张头像太靓仔嘅关系。唔系，都同其他男嘅女嘅都出过好多次。Okay. 其实我的目标已经达成了，起码真的证明到是约到人出来先。咁今天差不多散兵了，散兵，唔系，下次有机会的再约啊，或者我会约个第二个，系咯。